大家好，两个勤劳的小蜜蜂急急忙忙的又飞到了哈巴河。好嘞，哦，来来来，打个招呼。잘참이다김세。对。你听见吗？有，我们急急忙忙从巴里坤出发，然后到乌鲁木齐，又到哈巴河，真的是快将近2000公里了。然后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的专属司机。초프로모사공을기해서인도짝슬랍게대마로가더라马上就要见到阿达姆斯贝纳法姆斯啦，开心！哇，我们到啦！看，公婆婆在这里，哎，太冷了，走吧。大包小包的到了，门是开着的，留了一条小缝儿。阿巴曼斯的阿达曼斯，阿达曼斯，喂喂哟，走，耶，嘿嘿，扎死你了，看，这是我们的小卧室，看。刚婆婆说这是她拿出去给我们晒的被子，就每次我们回来之前，我们的被子婆婆都会给我们晒好。爸爸在这里煮了肉，一大水冻咋办？这是下的面，这是肉，那不是水冻？哎，那不是。我们烧了馕，炸了波尔萨克。冬天吃上这一顿肉简直太舒服了。这是我们给公公婆婆带的新年礼物，这个是裙子加毛衣，然后还有这个膝盖贴，元气达人的那个，然后这是妈妈给婆婆带的礼物，来，让我拿过去。嗯，那呢？是的，你家也是早上啊，那他是的个，耶，俺那不是记得，他是给不是。아들님시장특별거였어토요가바로간다딱또피와라스터주부부의마이쓰던것단키빨아서봐봐아길러서미나흙빛이나빠키길러서하지미나빠빛이婆婆已经换完了，美女我的个咋办？还连的，可是都傻等的了。啊，打多了。看，扎素的吧。我就在那哈的给婆婆拍一拍，非常的合身。美女不是。美女就是你们。是那个意思。啊，打吧，啊，打多吧。告诉你，别这么说。哈哈哈！连阿达姆的西装跟今天的阿达姆帅哥，我不知道的。哈哈哈！姐姐们在这说你的英语还对的。哈哈哈！耶。我看看。耶。老师，老师英。老巴拉达的对吗？刚刚听到婆婆讲这个了吧，就是枕巾上的这些图案，婆婆把这个树想成哈利，然后这是她的媳妇儿，这是他们的家，然后这些是他们的孩子，就一个简单的枕巾上的几棵树，婆婆都要想象成自己的孩子，以自己孩子以后的这个幸福的家庭。我觉得全天下的父母应该都有这样的想法吧。其实爸爸妈妈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幸福美满，全天下的父母应该都有这样的想法，对吧？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欢迎敲响小铃铛，感谢你们支持。